喂，剑锋。哎，陈哥，大清早的干啥呢？遛狗。够早的。帮我递一封信。给鬼晓。给谁？你们班鬼晓。你们认识啊？帮我给他。哦。快去吧。 生女生只要多说几句话，都会被起哄。都习惯了，你不用专门为了这个道歉的，反正又不是真的。让大家误会，我也有错。感冒好了吗？你怎么知道我感冒？那天在走廊遇到你，你一直忍着抽鼻子。 忍得好辛苦啊！这你都发现了。